我叫做 Dibi， 我是来自桃园的涂鸦艺术家。然后我这一次的主题是我选用了月亮这个元素。那我后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月亮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地球人类的文明就是到一个阶段之后，我们会向外空探索，那月亮就是我们第一个想要去了解达到的一个目标。对，然后所以我用了很多就是线条的元素，我觉得就是我想要用这个东西去象征人类对文明高度文明的追求，然后对未知文明的探索。对，就是想要探索这个可能，就是未知的可能性。对，那月亮它虽然说我们不了解它，但是它又间接的在影响地球所有的万物。对，所以我在周边就是做了很多曲线的东西，就是有点象征这个星球能量它不断的一直在震动，然后去影响到地球的万物的状态这样子。